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你的家，在你的国家，在你的城市吹角，每一个地方，遍布全球的每一处。这是神圣的分别为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是分别为圣的时候。我们听见神的灵在呼召我们更高，上到更高处，将你自己分别出来。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，将我们自己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将自己从那些拦阻神关系的事物当中出来，归于他，归于他的声音，将其他声音都关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只聆听一个声音，上到更高处来看，看他正在做的事，因为他正在做新事，教会正在形成，在这最黑暗的时候，荣美的教会正在形成。在这四十天当中，在吹角节到祝棚节的二十一天当中，我们相信是合一来到神面前聆听他声音的时刻。